疫情期间参加国标舞冠军季老师的线上课程，在家也能持续变美哦。在家没有办公空间，只能待在客厅、餐厅等开阔的空间。眼角余光的事物总是让你无法专心工作吗？使用窗帘制造业小英的装饰隔间帘，就像我的背景一样，随挂即用，迅速打造的自己的小空间，简洁与美感兼具的设计，能够遮蔽外界的干扰，美化办公环境哦，让你工作更专注、更有动力哦。请为我引荐 BNI 其他分会的窗帘业代表。